當初講咗佢係一個階段性嘅戰略性嘅改變，主要針對嚟講，係啊，你講到全職工，全職工，你覺得而家你細啲講，咁但係其實呢個我哋唔係，就喺我哋開始慢慢都可以靠你哋啦，咁但係而家咧就正式跟住埋個社團。選咗執委會，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即係，咁我哋每一個單位都會帶代表參加個執委會，咁都係仍然都係即係話一個合作性，亦都係一個階段性一個戰略性合作夥伴。咁將來會唔會變成一個政黨咧？我諗要經過年底呢個選舉，同埋甚至出年明年個選舉之後，先至可以決定係咪政黨。嗱，而家我哋冇證據，我哋而家寫緊民政綱。咁呢份政綱其實都係中間即係偏少少左嘅，即係寫民嗰個都差唔多。咁但係問題就即係因為有其他嘅團體啊嘛，咁所以我哋又要就一就其他啲團體，咁所以嗰份都係方面性嘅，其實唔係叫做好似寫民嗰份政綱咁。咁即係俾大家即係有一個共鳴咯，有啲嘢即係社會政策嘅共識。但因為最主要嗰、那個我哋而家最主要的工作就係票曬票錢，破壞選票。所以而家未來呢幾月集中火力都係搞選票嘅，咁所以佢其實係一個政綱。咁所以你頭先話喺個光譜裏邊，光譜裏邊有我同大舊，或者另外有其他嗰啲人，咁好明顯就一定唔有派啦，啲人唔黑我哋嘅。咁我哋你睇佢立法會投票嘅取向，已經好清楚啦。標準工時即刻咩票，最低工資係咩票，全民退休保障係咩票，咁啊好清楚啦。即係你講其他嗰啲冇意思㗎，即係咩左神右啊。但我哋又未深入到入去，即係個意識形態係乜講嘅。咁因為主要的關鍵咧，都係呢個選舉。如果呢個票價票上，即係個成果不彰，即係可能唔會彰。咁而家就選咗個執委會，咁個執委會就有人，咁就每個組織有，咁咪另外加落去。咁啊，成排五個前線有五個組織。裏面個立法會裏面。
班一家人包括十九就係我哋一早講咗七一三啦。你就算你而家完全唔去預，你自己都係犯法。咁大家話？